放过他吧。一个女孩子做点生意不容易啊，求求你们了啊！呀，你这穷小子也看上美女了啊？你是想英雄救美啊？不，做点生意不容易，给我滚开！你都，别，你想干什么？啊？你想干什么？啊？求求你了，放过他吧。求求了，不容易啊，这女孩子。给我滚！滚开！我告诉你，我大哥今天就看那个卖鱿鱼的，这两天连新房子都整好了。今天必须带他走，明白吗？还不滚！滚！你们不能这样不讲理呀、啊！求了你们半天了，怎么这样呢？哎呀！打打打人！不让你管闲事，让你管闲事，嗯，再管闲事我打死你！哎，你等，谁要靠山一步，我就跟他拼了，我跟他拼了！闺女，可不好了！外边啊，有几个小流氓看他找你闹事儿，就是我那天说我看见那个大胡子，正拦着他们替你求情呢，可能打起来了。你赶紧，你从后院跑！你说这闺女怎么还主动送货上门呢？你，哎，120吗？不是，110吗？滚开！出来！你们谁敢争？谁敢争，我就跟他拼了！别动！我就跟他拼了！我你等等，别动！走！走！谁敢争？谁动？谁敢争？谁敢争？谁敢争？警察来了，走！这些年你都怎么过来的呀？说起来丢人呐。
终于还是让我找到你了。找我干什么？不值。现在这个样子更不值，什么也没有了，家也没了。谁说你没家的？我就是你的家呀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一起飞。以后啊，咱们就一块卖鱿鱼。我还要给你生个孩子。谢谢。这道题应该是他和他的相加，然后再减去他，最后是不是就对了？你再做一遍。哎，对了吧？对了。爸爸，你怎么什么都会，真棒。爸爸笨鸟先飞，你比爸爸棒好吗？学啊。做这道题。老公。啊。怎么了？这么高兴？老公，啊，我跟你说，大姐的病好了。真的？大姐和大姐夫今天又去领结婚证去了。真的呀？哎呀，这是个好事啊！哦，好事不是好事。喂，二姐啊。倩，我找着你二姐夫了。真的啊？太好了。二姐，我跟你说啊，大姐的病好了。大姐和大姐夫今天不婚了，你们赶紧回来吧，妈特想你们啊。他说他没脸回来，要跟我在这一块卖鱿鱼。你再好好劝劝他啊。我现在劝也劝不动啊，再给他一段时间吧，等他缓过来我带他回去啊。先这么着吧，他睡了，别吵醒他了。挂了。没事，你二姐夫是个要面子的人。不行，一定得让他们回来。放心吧，啊，会有办法，会有办法的。啊，我去把这好消息告诉妈来。好啊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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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我说，我告诉您一连串的好消息，妈。大姐的病好了，大姐和大姐夫也复婚了，二姐也等到二姐夫了。妈，妈，您的病快点好，咱们全家团聚了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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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全家团聚了吗？团聚了吗？嗯，好吃吧，老公？好吃。好吃你就使劲吃啊。嗯，好。
刚没说完呢。爱他。哎呀，真没想到。嗯。我这辈子还学会了给我老公烤鱿鱼。这串，这串最好。不，来，不，你看你这签子，我真吃不下了。你吃吧，吃。我烤这么久鱿鱼啊，还真没舍得自己吃过呢。这鱿鱼板还真是比那鱿鱼渣好吃多了。老婆，就咱们落难这个事儿。我赖在大叔，我弟弟干的。